好，开始。旋转打标，这是一个支撑轮毂旋转的一个工装夹具，双驱两个电机驱动的，然后激光头这一块呢有一个前后移动的调节轴，手动调节位置的，然后有一个前后驱动的气缸是避位用的，便于人工拿取料，然后 Z 轴是一个手动调节的，调节轮毂的焦距高度的，然后有一个手动调节打标头这一块俯仰角度的，来适应轮毂的倾斜角度变化，然后打标头这里也有一个360度的旋转，相当于说打了个轮圆的时候，它就需要上面转个360度过来，朝着这个面的进行打刻。打刻的效果，深度都打下去了。这是打标界面，打标的内容，打标内容，打标的界面。好，大概在2分钟0.5秒的样子，2分钟的样子啊。打标的效果，这个是打标的效果，可以看一下，深度都打下去了，都是有深度的。把豆瓣拿个测量测深度的，测一下。现在找了个测量的基准在。